文创中心，告诉我们泰国是怎么发展他们的新创产业。哦，太好了，我起鸡皮疙瘩了。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来这里取一下，就是取个经。人拿袈裟来做创新，对，是，里面装电风扇。看得懂华文的哦，华文读者都是我们的引路人，他们非常非常的棒。